估计他们中午都玩的手都热起来了。不要佣兵啊，这没太一样，不是佣兵，磁铁也行。哇，你还进位置了你、啊？佣兵来了，看见他了，摆在后面。哦，什么那么丑？哦。哎呀，美滋滋！太给面子了，第一局就这么爽，真是太令人不好意思了。两个人，我肯定要打高光斩了。好的，美得不行。杀了，杀了，八百。开门红啊，佣兵没治愈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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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猜啊，我猜在这台电机。在吗？走。都哪了？他不会在二楼吧？就在这儿。哎，乌鸦飞了，看见他了，应该是摸佣兵了，看一眼吧，不在的话那就往前走了。炖蘑菇，开门红啊，新手福利。
第一局就送个恶影，村田好差啊！翻出去，然后去那个起点看一下。天池跑了，看看这边是谁？起点，起点没人，我以为应该结石。娃娃已经放出来了，跑马拉松。我是十。下不下？换人抓，杰斯暂时不抓了。交不交分身？哎，我弹了一手，我只是骚扰一下而已，先知会过来救。先知估计在绕，先知到了，先知死了。前锋也救不了，前锋等会儿也得死。然后把先知挂了吧。然后把先锋挂了，傻了。哟，熟悉的出人点，我估计那个地方熟悉的舞女。撞脸。哦吼。
崩了吗？这个开局真是我日！他知道我打无刃，他要过板的话会吃无刃，他肯定会往右边或往左边飘，看都看得出来了。你飘我也飘，我故意不打那边，我往右边飘，咱俩一起飘。他不救了，快走！前方在墓地啊，肯定开球救，看见他了。哦，哎呀，太爽了！美的不行。然后那个舞女老远了，哎，舞女过来了，哇，这里捡了，舞女过来救人。从墓地过来了，又买吗？都不修电机了，那你干嘛呢？全体凑宝贝，刷分吗？走了走了走了。干嘛？这是。放弃了吗？哎呦！师弟还挺好玩。哇，这个分数又是熟悉的出现点，我发现他刷到红教堂中间几率好高啊，小妖砖，老固定因素了都。我每次就走这个地方，百分百碰见一个。帽子，那他抽了个针。加速，再加速。VIP 没有。VIP 我看是两个人是吧？哦，
我跑得掉啊！哎，哦，枪被打了，枪被打了。 加速物的这个人跑不掉的，这边都是尸，等佣兵倒，佣兵倒。啊，我毫无办法了，把他卡死在这，过来了。 跑！想吐他一口，想吐他一口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是，不脏啊你！ 交不交分身？还膨胀不？跟人翻车了吧？佣兵补魔术师。 不了多少的，吐了一个，然后结尸会回来救，走了。我收我的尸体，还敢修？有人去了。 不着急，我给你耗，来来来来，给你耗，我等我吐司的司机给你耗。好好玩不？佣兵应该在废墟最强那边。 看一眼，不在就回来。啊，他在。哟，他用护臂了。